香芒酱焗鸡排，鸡腿顺内侧划开，去骨取肉。鸡腿肉400克，加入洋葱丝40克，姜片8克，花雕酒8克，盐3克，白糖1克，胡椒粉2克，鸡粉2克，一起捞匀。加入色拉油30克，腌制30分钟。制作香芒酱，芒果肉180克打成蓉状。芒果蓉加入丘比沙拉酱80克，黄芥末酱20克，柠檬汁8克，盐2克，一起搅拌均匀。香芒酱适用于烤禽类、肉类、鱼类、海鲜等。锅烧热，放入鸡排，皮面朝下，中火煎5分钟，煎出油脂。将鸡排翻面，大约再煎5分钟。煎过的鸡排放入烤盘，淋上香芒酱。放入预热的烤箱，220度，烤5分钟，改刀装盘即可。